山仔是对咱开春大寒至开春这个时阵是开始开花，开花期，到清明，清明的时阵已经拢有结果啊。就是讲吼，结果起来差不多在那个迄落拳头尾一半的时阵，就是爱加枝剪歪。都一直来盯了啊！啊，伊套地吼，套地差不多25天至30天一定爱加，无伊的色地会褪掉，伊的色地褪掉吼，就较袂遐水。芒果好吃，哎，蛮香的，是不是？芒果。欢迎欢迎。在台湾的芒果品种很多，市面上可以看到30-40种，但是这边是唯一最受欢迎的品种，也是唯一外销日本的品种爱文，所以我们用草生栽培，不喷除草剂，对。那很也比较重视环境，所以在晚上可以看到萤火虫，白天可以看到瓢虫、蜜蜂、很多蝴蝶等等。芒果，马里姆木盖卡马达基索阿欧巴。芒果，你看哦，这一带哦，嗯，这是黄山的最好吃，黄油就不太好吃了。为什么？那里那个海风吹不到啊。啊，那里靠近海边。嗯。靠近海边，海风微量也是很多。对。做宅配其实就是跟我们的消费者都已经变成一个朋友关系了。